好，现在老师要示范的呢，是我们写书法的第一堂课，就是要来如何保养我们的毛笔。毛笔在沾墨汁写字之前呢，一定要先润笔，不能够毛干干的就直接去沾墨汁哦，这样子墨汁会全部扒附在笔毛上面，到时候要洗就会非常难洗。这个道理就像是我们在使用抹布的时候，也要把抹布先弄湿，拧干之后再进行擦拭，这样抹布会比较好洗。那接下来呢，请看我的动作，我们呢要先把水打开，笔毛直直的顺着水流往下冲，右手拿笔，左手用指腹的地方轻轻进行按压，从笔头、笔中到笔尖慢慢进行按压，按按按按按按，轻轻的按压，按压几次之后呢，右手要换方向，每一个不同的部位呢都进行按压，轻轻的按摩，轻轻的按摩，确认它每一根毛都有沾到水分。好，在这里呢，老师要提醒大家一些容易犯的错误。第一个错误呢，就是同学在洗笔的时候有可能会横的将笔放进去，横的将笔毛放进去呢，水流会将笔毛冲坏，所以这个是不可以犯的错误。然后这样子直直的顺着水流。第二个容易犯错的地方呢，就是呢同学会去搓揉笔毛，这样子搓揉的时候呢会让笔毛都混乱，这个也是不应该犯的错误。每一根笔毛都要直直的朝笔尖这样子。好，确认每一根笔毛都已经沾满水了之后呢，用手轻轻的将它做一个整理，然后我们关水。这时候毛笔的水分还非常的多，我们要用我们的手指捏住笔毛，轻轻的把水分刮除，不要太用力哦，会把笔毛扯掉，轻轻刮除。刮除之后呢，再把它整理一下，让每一根笔毛都直直的朝着笔尖中间，不管任何一个方向去看它，它都是在中间。这时候笔毛还是有非常多的水分，我们要准备一张卫生纸把笔包住，轻轻的按捏它，把里面的水分都吸干，但是要注意不可以旋转哦，轻轻按捏它。好，这个吸干水的步骤非常重要，如果你没有吸干就直接去沾墨汁写字的话，等一下你写出来的字全部都会晕开来。好，这个就是润笔的示范。同学们，我们写完字咯，现在呢老师要来示范怎么样洗笔，把笔给洗干净。好，现在呢笔是沾满了墨汁的，我们呢水不要开太大，顺着水流的方向直直的往下冲，尽量把笔放低一点，放太高会喷到自己，墨汁会沾脏衣服。好，用指腹的地方呢，慢慢的从上中下进行按压，你会发现墨汁就会开始一直一直跑出来。然后按压一部分之后呢，记得右边要把笔转个方向，再按压一下，一直转方向，不停的按压，你会发现墨汁已经越来越少，越来越少哦。好，可是不要以为没有墨汁跑出来就是笔洗干净了，其实我们的毛笔呢，在笔管里面也有塞一部分的笔毛，在里面的墨汁还没有洗干净，如果长期没有把里面的墨汁洗干净，笔管有可能会破裂。好，这时候呢我们要把里面的墨汁挤出来，手翁成一个小水池的样子，好，让这边充满了水。这时候呢用力的按压，按压个两三次之后，你就会发现哇，又跑出一点黑黑的墨汁出来。好，这里要提醒同学不要进行扭转笔毛哦，错误的示范哦，压下去之后这样子转，你的笔毛会旋转，笔毛整个都会分叉，这是错误的动作哦。好，再一次往下按压，你会发现黑黑的墨汁跑出来，用力压，不用怕。好，还要提醒同学的是，我们压的时候呢，右手要在低一点的地方压，不要拿那么高压，因为拿那么高用力压的话，笔有可能会从中间这个地方断掉，所以要从下面压。好，压了就拿起来，压了就拿起来，压到它没有黑黑的墨汁，大概就差不多可以啦。
然后最后再把笔毛顺一顺，顺一顺，水关起来，轻轻的用指尖、指腹把多余的水刮掉，顺便整理一下笔毛，让每一根笔毛都直直的朝正中间。好，最后呢，再拿一张卫生纸把它包覆住，把多余的水分吸干，找一个挂钩，把这个挂钩吊起来，让它晾干。如果没有挂钩，就平放在桌面上也可以。如果你的笔有洗干净，没有墨汁残留的话呢，干了之后会像这一支一样蓬蓬的，这样子才是对的哦。如果你发现笔毛干了，但是它全部都粘在一起，硬邦邦的，那就表示你的墨汁没有洗干净，你要赶快再洗一下，这样子才可以增加你毛笔的寿命咯。好，以上就是老师洗笔的教学。